以前花旦会陪我睡一早上，但现在他只有陪我睡个可能半个小时然后就溜了。我起床之后他有起床气，感觉是说你怎么还不起床陪我玩，现在会跳起来打人，你知道吗？你走在路上他会跳起来打你的膝盖，走得好好的他突然跳过来打你膝盖。哎，还是小时候可爱。消失的火花，还是会想你，还是会怀念。游戏里十连抽的快乐。来，你们这儿最好的英雄。Nope, nope, nope。过来，帮爸爸抽卡。养猫千日，用猫一时，就是现在。神之一手。我其实发现了，我每次出紫卡应该都是在最上面，所以最上面这张我们最后翻每一张白卡所积累下来的运气和幸运都会在这一张流。这算不算一剑封神？找两个人。当家里新来了一只小猫咪，花旦醒了，一直盯在这边，盯到对方。花旦，你看这是什么？你还睡得着？你不营业，就有其他小猫咪。让我们来看看它怎么营业吧。大家好，我是这个阿福的粉丝，因为他真的太帅了，然后脑子又好，直播效果也好，能够找他合作是我觉得做得非常正确的一个决定。哎，你好，初次见面，谢谢你们这个对我的信任。当我回过头去救毒圈里的队友时，你以为的我们。实际上，你早发鬼去了。不行，我要刷数据。快吃血！都让我痛快点吧。我完成拯救，拯救队友三次。未来的所有日子，每当我想起你的时候，我的心里会是一个盛大而永恒的春天。我们不是春季限定，你就是我的春天。有时候真的不残血就不会玩。哎，之后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守护好哥哥的梦想。这啥玩意儿？自己电自己吗？死了吧？没有，传送，拿这个戳这个点就可以传送，但你要，你就死了呀，松哥！起飞，松哥！来了！不，这个手柄滑了。这是不是你戴了隐形眼镜后的样子？那我去把隐形卸了吧，正好等一下刘晓松。想了一下，吓我才戴，也没戴多久。难得戴一次隐形眼镜，这么卸了有点亏，打一半再去卸吧。对，我戴日抛，
可不便宜，那时间得待够。我知道了，来走。你确定？我确定，我确定。你确定你知道吗？我知道了。那我可要走了啊。走，兄弟，别负我啊！别负你，别负你。不对劲的事儿啊！嗯，给我个怂了。炸！哎。A few moments later， 来，我无敌了。你需要什么色儿，你就跟哥哥说。你变吗？你变，我看着你，你匀速变就行了。3, 2, 1，怎么先走绿的呀？来，你变。3, 2, 1，跳。哎，咋了？停！我能调顺时针，我不调。我让蒲熠星死，就是玩。当队友反复跳运营圈，这是啥地方？算命的吗？雷命吗？不会要给你劈死吧？来，你来。这里面有没有能活下来的命啊？太阳命。太阳。太阳命是不是能活呀？哦。秋千的正确玩法。这有秋千，这有秋千。哎，你做这个。我给你来个360度啊！哦。什么是快乐星球？什么是快乐星球？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我现在就带你研究。我双人合作游戏有多依赖队友，还是那个花，我就在这里面，我就纯工具人嘛，现在我就是。我害怕鬼，但鬼为啥我分毫？走。哎。我不害怕人，但人把我伤得遍体鳞伤。游戏主播的兼职日常，因为预告到了几点是不能迟到的，所以我们要先播十多分钟的吃播。哦。上了我的饭盆，剧情把干饭之魂，我真的好想。3, 2, 1，终于等到了饭店，干饭热闹的时间，第一个冲向饭店。干饭去了，干饭去了。希望大家也有好好吃饭。当我解释我的游戏名，叫什么？你游戏里叫什么？火与白日升。什么玩意儿？火与白日升就是一星拆开来。该用户不存在是什么意思啊？啊，找到了吗？该用户不存在，确实不存在。啊，那等我登录进去看一下。我就叫。Damn！ 我怎么是这个升啊？我怎么是升天的升啊？哎，我就说吧，我真打错，来加一下我今天的事。亲爱的，你躲在哪里发呆？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身旁人不允许我们的乖。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像失恋的爱，相信爱的尽头就是星辰大海，美好剧集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就算你的呼吸在千山之外，请你相信我给的爱值得你爱。